哦，알았어。哎，안돼，一个。啊，那上期视频我说我跟我们家那位吵架了，有一位朋友说啊，好像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想的啊。他说，跟夫人吵架的原因是因为偷买大量卢娜币，被发现了吗？早就提醒你加密货币不要碰了。我这种投资天才，我能买这种卢娜币吗？我买的都是比较靠谱的，像比特币啊，埃隆马斯克的狗币啊。去年这个时候我买的这个狗币，它的投资收益率是-45%。那今天我们看一下，2022年过了一年之后，今天啊，它这个狗币怎么样了？比特币是-22.84%，然后咱们的 Dogecoin 是-75%，就是投资了10万块，现在只剩了25000。原来可以买10个 iPhone， 现在只能买2个半。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当然还好，我们家那位还是非常理解我的，他一点都没有责怪我，他现在这个表情非常的淡定。看得我有点心虚。他不仅没有骂我，而且对我表示非常的理解，说想跟我一起追随我的投资理念，那就是一个打。只要我的信念够坚定，我们继续等，等他一年半载，等他6年10年，这个投资收益率可能会有一个暴增。而且他为了让我不担心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他今天决定带着我去给他买一个耳环。Jesus， 这个败家，特意没有戴耳环，说到那儿戴上就可以，说到那儿买一个戴上就可以。看没这投资收益率都啥样了？看又流鼻血了，我给他打个满的。再有39分钟，我们家的资产会进一步的缩水。败家。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章，就是夫妻想要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需要满足女人和男人不同的需求。女人有3个非常重要的需求，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是钱，第三个就是那个宠爱。那最近我可能就是一直在忙于拍视频呢，进行视频的创作，所以对她的关心度可能不是特别的高啊，就导致她单方面的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啊，所以我也检讨了一下，再重新的对她万般的宠爱一下。就今天这个车我就把它给开了。今天的午饭，这是拉面，这个是辣的，这个是不辣的，然后还有一个叉烧饭，哇！啊，这个拌面相当的带劲了，我。不亲，来吧。这个看着最好吃。啊，把比表色怎么点？Russia。点的有点失败了，点多了，吃的不是特别的干净。跟他说了一年了，依然没有体会到我之前跟他说的，就需要内在的东西和优雅的气质生存在这个宇宙里面。过了一年，他依然没有领悟。别怕，怎么安排一种？
Thank you. Take all my love, this is tragic. I could replace it with plastic. Think maybe then I'd be fine. 独自在这里排队买 Pokemon 棒的男人。그거때문에그래그러니까빵빵은먹기싫어여기서계속기다릴까그여기서혼자서기다렸어아니지금왜남자가핸드폰을이렇게들고여기서왔다가쓱지나가더라고 어제 아버님이셨구나你好아빠지금가면안되나포켓몬아빠가져와서촬영찍어야지짜잔아짜잔혼자서기다려와우이거도통화내용도지워버리게포켓몬아빠응답응답오빠가이따가다포켓몬아빠보인다이거비켜비켜와나한시간기다렸지한시간을찍기아니야한시간기다렸어대단하다결제됐어요결제됐어요손맛빵두개산다감사합니다안녕히계세요감사합니다피카츄가나올까뮤가나올까아니면뮤가미친맛으로좋겠다이거일단우리가빵도먼저하나씩먹어보고그다음에카드를보는거야카드가아니라스티커야아스티커보는거야이거는그냥파야취미야적은거예요奶油和这个这个啥呀红豆자빵먹겠습니다맛있다 난너무 유튜버식인데아이안에있는거야안좋은거났어그래서뽀뽀뽀있잖아안나요몰라지성이는됐어그만먹어스페한데좋은거야考完这个我真的觉得 NFT 还是有一定价值的아옆으로찢어야돼어아아빠중간에서이렇게하려고했는데보이면은스테커가찢어져 뭐야어就不就你看看呀出来了个穿山甲아니야왜도이게있어모래두지걔안좋은거없어아니야아니야진짜안좋은거아니야아니야아니야나노란색아니야묘가핑크색노란색인데